所以你要跟他说，好，我有一派是在昆方叫我三，我请你去跟一个三的话贴在这一边，你愿不愿意尝试？因为你是幕后在叫我们去，对不对？那你就要用尽手一跟这一派哦，把三贴在这里，因为他目前都已经昆方有水了嘛，代表说三也悬空这一派对他来用是效果不好哦。阿莲就是就是真正的命理师啊，你是命理阿威呢？这一派就是昆方有水，你就是把它弄水。现在水不够大，你再去外面再弄一个有水，那是不是它已经不好了？你又要强迫再更弄，那弄得更不好怎么办？所以用别派来去改变它看看。大概啦，我试的结果，只要你贴了一个山在这一边的话，昆方本来就会要有山来顶它，三个月之内应该都会有效果。然后这个是属于硬体的提供，就是有形阴阳里面的阳，阳就是看得到的。我贴了这一个山水山土，山的土是不是阳？那要在心理建设叫做阴。现在我帮你布局哦，你每天哦要有正念。你现在以前怎么对待客户的哦？现在要更去包养客户的情况的当天哦，你哪里做行李立在很额乐哦。我问那个班长啊、哦，班长哎，班长回去了啊。班长哈、哦，他有在开竞争哈、哦，他只要看到客人来，他们盖台杠杆投入，哦，潜力龙特别多。你看一样嘛，你去帮客户看哦，帮他调了这个贴一个三的，然后你叫他每天都正面，他们就是一养他都接收到了，他们效果百分百。你两个跟我说，你这打的哈，他、啊、那个像以前的做法哈、哦，就他就自然会好。我跟你讲，他那大钱的机会就这样。对吧？因为该心里面没有改变，运很难改变的。所以我们阴阳现在在做开运的老师哈、哦，阳是让他有了这个东西，他真的哦，人家弄一个什么很好，然后阴的再来建设，他们才是真正帮他开运。难怪我眼泪没你家，对财，因为我你朋友财的就好，爱你财那多好。那你朋友哈、哦，每天都正面呐、啊，他每天接触的气场都很好。对不对？各位爱品，各位讲到冲突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也被问了好多次，我也问了我的老师哦，我还说你怎么教了那么多碳呐、啊？都是天天打打那些，还有一个什么灵活应用啊，人就是要有智慧啊、智慧就是要解决嘛，所以你去拜拜要拜请神明给你智慧嘛，啊，你要用哪一派就是看状况，看状况。如果他说对啊，我住在这里三十年都很好，千难万改，必定逆回来。你去就帮他加分、哦、照你的方式把他弄加分就好，不要去不能有三你又把他搞一个三，金手一问说的啊。所以说免疫我百分之百的、哦、都靠人跟人的脸、哦、缘分、哦、很好的这一派很好，就靠他就这样、哦、他如果不好真的就用其他派系来改变。那基本上找你去就是没有了，用不是很好，但是病人不开口，神仙也能下手。就是说我们要顺水的哈，就是说那我们要顺他的话，我们去找他。那三正也不错啊，三道也很多啊，三正一些不不错啊，缺官的呀，缺用一些干命术不错的方法。就是说玄空派有很多，其实不止这些，玄空派其实有很多坐边的都有方法。缺官三正好，缺官三正木是属于。木火土金水里面木只有生命力，所以哪来国家机关要组长要升科长，科长要升什么、哦、那就在正方、哦、或者他的办公室的桌子的正方哈、哦，一个小盆栽，那就大房子就大盆栽，真的有很有帮助、哦、因为木火土金水只有木有生命力，生命力的就是以华入库哈，以这里面入后越光彩，然后职位越升越高。那接着我们看我们的二十八星宿。那这一盘这一层看哪一个盘大家知道吗？只要看这些都知道。那二十八星宿就是决定地网心的机，我们虚的是地，会有没有？这是金的心脏地整，这就是二十八星宿。那二十八星宿可能有很多洞法，那我们钟大师、祖师、这些很专业，钟老师。
那我们在用经典，我是翻译说我们是用行善，我们也是用行善，也是用行善。所谓行善，就是以我们二十八星座的五行为主，它有各自的五行，它有各自的五行。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讲义。二十八星座，我们的116。内部的布局一定要布局，要做好。
而且说那么轻，一定要说完的轻，不然才可以才过去。不然我们现在盖完之后，而且我们南部那边我们盖完之后没有规划，龙切虎切的大堆，龙切的话，家里的大部分都会用钱来做看店那些，很多啦。所以你要看那个形式要干什么，看到没有？都出不了事，都出不了事。好，那这里先复习一下啊。刚刚冰山是不是土对不对？不行，这一盘里面都有血，不行的哈。那如果甲方哈，你跟你讲，如果甲方对过去是不是在这里为嘛？是火对不对？火生土是不是做冰？这里有一个形煞，是不是对这一个做山的方式好不好？火生土啊，好，好哈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复习一下人盘，人盘是做冰哈。这家，那它的五行是什么？土啊，那然后甲呢？甲是什么？也一样是火了，对不对？是火。所以说人盘是 OK， 是相同五行嘛？那二十八星宿是生嘛？所以代表这一个煞哈、哦，是好的，对不对？对叫人盘了。对啊，人盘也被对了。那当然一个对九星煞吧，九星煞吧是以作为用。那丁山是什么？丁山就是对。丁山就是对，然后呢对到哪边？对到哪个山？啊，对，对到哪个山？丁山对，是，我现在也做，对到哪？你说行山在哪个山？甲啊，伏虎就五曲，那五曲都要五曲了 ，OK。所以代表这个煞是三种派都 OK 吗？啊，那你就可以有贪区用的话，遇到贪也是 OK 的，但是你八宅的编码，三盘，前三种，那个飞到单，所以说它三个都 OK。啊，但是要看比哈，如果你论起来三派哈、哦，有两派不好，一派好，你就要问客人嘛，一直不开口，神仙难下口。你硬要说，哎，两派是不好，但是两一共就后尾，哎，你就要反向说，哎，某一派没败，好、哦，你每次一共五派不共，你那个好几派，人家搞不好现在过得很好，对不对？你就可以参照在讲话的力度上面去做改变。你成为名师哈、哦，一定要让客户心服口服啦。好、哦，那我哈，你个高讲，伊呢，无你给你回话的时候，我花钱很多。伊呢，你讲伊都没听到，我你讲这个人给老美给你介绍。伊呢，你这个门多，你给你反论哈，这个客户就给我的。哦，我昨天的王老师来哈，我都在怀疑嘞，我给你介绍啊嘿。啊你哪，你甲讲，哎，安尼对啊，对，对，拢快给你回答，哦，你不讲啊，啊，你不讲啊，他们就是拽坏，所以要尽量，有时候要跟客户互动，要让他开口，因为他不开口，你是神仙都猜不到他心里的。我们学这个阳宅，学命理，学姓名学，只是去找一个以前论断的依据，让我们当论断的条件而已嘛。真正所发生的事要由对方来告诉我们才是最准的，所以那地方写就是统计学的，我们在学的都是统计学。对，其实很多，其实来论命的很多都是说我这个卦，我这个盘，然后他为什么在不讲？他说他真的讲不看，他为什么都不讲？然后就自己讲。他其实要问什么，一来就讲说这个人是怎样，这个人才怎样，怎样的婚姻家败，那是最好。最怕来什么都不讲，你看完他这个盘，我们就要开始做这件事，开始点到他的心了，他就讲。那这个盘就是要看他的运，然后看他的特质。那接下来我们这一层就是最简单的，第十八层就是上面六层最好的。好、哦，比如说我们现在纵向量好了，就是纵向量好了，你一定要分清楚，要写下来啊。那我们王老师啊，我们做阴宅的，做阳宅的。这个分析做出一定要写出来。好，第一点我们比较专业，第二点也要让那些建筑师或者设计师他看得懂。他其实当初知道什么叫做五山之下，一家人他听不懂，可是你跟他讲说他做几度，180度啊，他就想，他就听得懂，就中间上来就听得懂。那最后就是我们在第几层教的。第四层教了我们的神位，主要是这个图档应该要改，这图档是建造的，这个要改，要改。以前的那个图档，这个图档要改。
那这是第十九层，十九层。这个叫做门楼玉什么经？玉什么？玉年经啊，门楼玉年经。王老师可能看这个看多了，应该都知道了。好，来安二十四颗。所以说这个早上我们教过，现在要教什么大家都比较方便。好，我们举一个例子，这边就要对到这边，然后对到这边右上角，那左下角是什么？左下角是什么？忘记了，水口忘记了，黄泛母系忘记了，这是右上角，然后再看图，就是右上角，然后对照我最爱层，对照最爱层，对照最爱层。好，欧三星的勾九，不用去背它，因为我们有小抄，我们这个楼板都有小抄。其实你们的跟楼是一样，只是你们那个总门只有上下楼，我们这个总门只有上下，只有上下楼。那真正的楼板是它在它的右上方，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在它的右上方，它的点都在右上方。好，这个你不用去背它，不用去背它，因为都有小抄的。好，这个是一样的。里面这些山什么就要各取所等，这些山什么就要各取所等。那等一下我们再实际演练。十三的介绍，有什么介绍？来，我们慢慢坐前向去。我跟大家一样，我现在坐在那边。我们现在坐是在那边。这边是下，这边是下。我们现在坐前向去。那前的下面的小字是什么？前下面的四，对不对？那是我们。我们就把二十四三的四转到一楼，二十四三的四转到五楼，二十四三的四转到五楼。这边就在这边，我们四转向五楼，我们现在把四转向五楼。这是第一个步骤，第一个步骤都转好了没？好，那我们第二个步骤，就是把刚才的坐向转回来，全部盘都转，你不要中间的不要转，全部盘都转，全部盘都转，转到前，我们现在就是坐前向去，我们刚才是不是前三去下？好，前面现在就把钱直接转到自己的身上，下面钱就是在垫款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好，那现在我们就是在中心点了。钱要吗？是在五楼四，是在五楼对啊。那你钱对，那钱就是钱就是在中心点的。这一块一定要写好，所以我上个月去大陆嘛。在疫情展哈，我带这个车带五十天去哈，那300多个人开会嘛，一下子嘎死，2分钟打开塑料料，直接被我爸公叫去塑料料，因为他觉得这个太好用了，所以说这个要记得哈。那现在学起来，那现在我们现在盘出来了，就三天象出来了，就是刚才我们讲的，我们现在既然你这个会像，我们现在就这样好不好？我们现在是做这个是像，那现在我们就神州就来带。在这边，好不好？好，沈州安那边好不好？好。沈州安在那边好不好？中心点这边两个，安在那边好不好？你这边来看就来看，因为这是大太极，对不对？那这里是个客厅，啊，所以你楼盘在跟你家呢。对。啊，家是几地？你家。安在那边好吗？家是你家。不好。安在那边好。那个恭候。谁说好的？这个好跟不好。